你真的每次都让我的频道整个歪掉，我是很健康的频道，喜不喜欢？坐坐啊！等一下，为什么？没有。我很难过，我们认识了这么多人。What？ 为什么韩秀岛日记棒球队总冠军赛的时候没有啦啦队？我希望在明年韩秀岛日记总冠军赛的时候，可以看到一整排的妹子在帮我跳应援曲。好，啦啦队。洪良中，来，今天要干嘛？你不是说嫌弃我没有社交能力？不是没有社交能力。不然我知道你想讲我只剩尿尿的能力，今天特别。把你抓来这边，展现我的社交能力给你看。前几天你不是在办公室一直在那边说棒球队打了总冠军，但是没有应援队，看得实在很不高兴。是我不高兴还是你不高兴？如果你想要有啦啦队，那是不是要从现在开始累积？我还要亲自出马吗？还是要靠一下你的颜值？这你有意见吗？好，毕竟南投古天长。我们就一个好好的认识，直接讲用什么方法。我跟他谈了很久，他都没有点头，最后只有关键的一句话。哪一句话？那、啊、你缺零食吗？我们先去接他好不好？哦，你只是换个花样逼我拍娃娃机嘛？啊，没有啊，这个拉拉队，你看哦，一个、两个、四个、八个，你以后怕你没有拉拉队吗？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，拉拉队都很漂亮。第二个动感，第三个活泼，超够厚道。你有想歪了对不对？没，在哪里啊？他快到了没？好，你不要等人在那边蹲这样好不好？太久了。怎样？你先看，林黛英，哎，台湾阿美族。哎呀，太多，都要去买的，对吧？啊，他人呢？在蹲着嘛，你在蹲着嘛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戴颖。很紧张什么啦？你是不是很会讲？不是，我去应援吗？哎，如果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当然是点头啊。成军了三年了，结果到现在终于打到总冠军了。对一个应援团体都、好难受。哦，这本人写的书叫答应你。哎，如果你夹了一堆零食，他就会答应。我跟你讲的，你要吃零食吗？就是如果你夹得到给我的话，我就答应。你自己有去夹过吗？我很少夹。你有那种大骂？对啊，就是个骗人的东西之类的。有啊、哦，今天我让你感受到什么叫不骗人。好，出发。一千块的零食够吗？还是要两千、哦、他在引咎你这个声音啊，你已经赚钱一次都是10000块的话，我想再听一次哦。好，真的吗？好，来了，哇，够吗？安口的屁啊。我认真说，今天夹的全部都给你了。真的，因为我没有再带走的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帮你夹，你挑我夹。你夹那个啊？你要娃娃哦？因为那个是鹿的娃娃，鹿哦，绰号是小鹿，粉红色，夹到可以换。哦，好，还是换一只，夹什么我都喜欢。我现在正在暖身排戏，是不是紧张？你是不是紧张啊？是有一点点紧张啊。不会。这个应该只要压下去，来给你按。好，要炫呢、欸。啊，是啊。厉害哦。可以换。这个就可以了。你要不要换什么？我觉得应该还要再加一个。这个只要捏到小脚一点点就可以出来了。开始抓到。这样，好，出了。好，来。OK。强烈怀疑你是在找把妹。我不是在把妹，我是为了我球队的未来着想。答应我，这个是你，这个是我。啊，听说那边有宝可梦。宝可梦是不是？好，走。这个要先抓一下甩头，一样。一二，这样拉拉看。哇，好 ，OK， 大概知道它甩头了。捏过来一点点。这个爪力很强哦。过来了，这个时候我只要捏它的尾巴，只要捏到它的尾巴。会捏尾巴也太难了吧？有点难度。很小哎、欸。这个爪力太强了，所以它很容易往里面丢。越强就越难甩。对。我都没有看过你有那么耐心在说明。哎，不是，观众还是喜欢看我说明。夹到脚了，有的，刚刚是夹到它的脚，然后下面那个抽起来就有了。Nice play。这个我只要两个爪子稍微捏起来，它就出货了。两个爪子啊，现在没捏到哈。它这个宝可梦单价是高的。嗯。出了，好 ，OK。对。怎么？出货？怎么？等我们一下，我先把机会等我。What？ 麻烦你。嗯。捡货。啊，捡货。好。他没礼貌哎。
我好喜欢你这样子。坐在最位吧。耶！被你搞得很歪哎，鬼师要不要？我要这个，那个。刷一整排是不是？这感觉很难。这个一样是捏一点点就好，捏它上面才像蛋黄蛋白区的那里一点点就可以了啊。哦，这个就夹太多了，所以为什么我都会一直收爪，就是怕它夹太多就变这样。真的要花一点点钱才有办法出来，有一点空间，我给你全世界。那我们先走了。不是这种空间，差不多了，这个应该只要稍微的控制好爪子，捏到就出了。控制好，哎，爪子。有点难触啊，好 ，OK， 水，出货了，好了，现场是有多忙啊？这样是什么？为什么要特地这样？我要干嘛？因为现场好几天看到在，走，你真的每次都让我频道整个歪掉，我是很健康的频道，喜不喜欢？喜欢，对吧？对，但懂啊，到时候小朋友你不要再看他的频道，因为他很怪，不是拍给爸爸看的，对，那爸爸你就。谅解一下喽，这个也要快龙，哎呦，这个两个都不要倒下去看看，因为它这个太空了。哎呦，那我知道它出货点了，脚，我只要捏到那个脚，然后它就出来了。你当初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把妹啊。可以为了帮助一些在娃娃机上面受过伤的女孩子，夹出东西来学。草爷加油！觉得你身上哪里最帅？我的内在很美，很好。内在美。看我看一下。不是。你这个快龙有点久耶。因为它很空，它不能抓太多，我必须要抓到一个刚刚好出货的点。没关系，好的是值得等待。出了，出货。小火龙也要吗？好啊，应该比较简单多了吧。简单多了吗？出来了，对，因为快龙那个比较空，这个290，这个头要保夹也没关系，那个不保夹的男人，出了，好 ，OK， 去了。我有礼物要送你。太多了，不要这样塞。人家今天就是要来宣传，答应你，你要不答应他？这本不是我的，上面写布哥。头不会出。差一点，差一点，但没有脱过，捏太多了，这个方法不行，我就换个方法。蒋妈妈非常需要耐心，蒋妈妈要准备很多的钱而已，跟耐心没有任何关系。对，什么意思？好，这个给你夹，家放得下那么多娃娃哈？我可以借放你家吗？那你要来吗？小鹿这种，这今天你哦，重新问，出货。太厉害！对，没错，很不容易。如果洞口都被你清空了，那个头痒啊，可以夹书吗？可以啊，我的书可以放在里面吗？这要问店家，这不是我的店，好不好？那我的海报，请夹。哎，太多了，现在居然跟宝可梦挂钩了。这也是神奇宝贝的一只啊！哎，帮你贴在上面。这会是你夹过最难夹的吗？不会，你这样会哇！出货了，爷不见了，爷去哪？爷去把妹了吗？什么？我没想到我要在娃娃机店找草爷，再找不到我要大叫了。哎呦，有一点出货，有了，出货，这回。在挂，你知道吗？快喽！你看哦，你吃完早餐还需要卫生纸嘛，对不对？出货，厉害哦！今天我就充当他的工具人。出货！这么快，我抓你时间都来不及。出货！出货！哎，捡货！啊！哦、没有，好可爱哦，两车满满的。像你今天有没有感觉到，其实夹娃娃是快乐的？真的很快乐哎，希望还有下一次咯，答应我。我答应你，如果下一次你的这个零食又缺短缺了，随时call我。太棒了！
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的2023年写真，答应你林黛银写真，在各大网络书局还有实体店面都可以买到哦。另外呢，喜欢这个频道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可以多介绍一些好朋友，就是给富哥认识。想点谁？是你们想看吧，关我屁事。想嗨。哎，他问谁？想嗨。